感情和官司不一样，是没有输赢的。爱过、痛过、分手，比起压根就没有爱过，或者没有勇气爱过，你觉得哪个叫输，哪个叫赢？请问你丈夫知道我是你前男友吗？我不想跟你沾沾不起。您是一个害怕建立亲密关系的人。送给你的。李忠杰想结婚了。我听说了你跟你助理的事情，他比丽娜更适合。你懂感情吗？我不懂。10月24日晚间10点，精英律师精装登场。